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咱 AAP 啊，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 AAP 啊，东新闻十一字行娱乐互联网，AAP 啊，东新闻台湾万达十一字行娱乐互联网是出席还是买卖，咱的一一做报道，感谢大家谢。出售业务找亚东，专业服务洽郑小姐，电话0958672188，0958672188。庶民、平民、权贵、贵族生活杂志，十一住行娱乐，市农工商、农林渔牧系列报道 ，AAP 亚东新闻传媒群制作。咱就来行遮附近啦，啊，当然家己即马嘛进步真侪啦，啊，这是咱的第二故乡，第一故乡是云林，第二故乡是家己。按啥会安尼讲呢？因为即马选举嘛，选举即马台北市，陈时中嘛，啊，佮黄珊珊啦，啊，佮有迄个蒋家迄个，张孝炎因囝哟。蒋万安啊，蒋万安啊，反正啊，大家就讲台北市是蓝营的天下，但是你唔知讲，即卖少年人吼，无分外省本省，只分讲为台湾好，含台湾的进步，含拢会支持。你车头嘛，对不？我今日一批啊嘛来嘉义嘛，反正要给自强的等于台东嘛，按先咱来嘉义。为着叶什么建？叶家事法庭的抛弃继承的案件。一条镜头，条镜头，唔知影讲已经开始录啊。啊，这录的是安尼啦，这是谈天阁嘛，心理建设家私国事天下事，国际最前线，政治分析评论专家论坛。咱 AP 亚东不动产资讯互联网伫外乡区的即块，拢总有分四十几个单位。我一个朋友问讲，一个单位差不多六十八平啦，一个六十八平，即要做体验营。啊，广播名人吴乐天 CD 节目《不动产及各行各业看板行销》，南势角的迄个看板灯要在出租，啊，赤壁山生神设备，就是咱的。消毒，你像咱手机啊，咱这个物品，甚至器皿的消毒，这是咱王董啊，王董因有一个生物科技，进口一挂次氯酸电解水生成设备。大家好，我是地政市理事长呢，因为今年要推动。不动产中介经纪业，就是有出租业啊，是租售业，啊，拢会使找亚东。当然，伊讲啊，你亚东也无偌济员工，无唔对，因为我有一挂业配，啊，一挂同业会做搭配。问题是，咱有不动产中介经纪业的执照，咱本身呢，就是多元的经营，多元经营。我本身个人呢，个人是地政士。所以咱地政市拢给不动产买卖防止诈骗及纠纷，啊，这份是咱不动产中介经纪业者识别标志，啊，这个识别标志诶，就是咱
不动产中介经纪业的规定。啊，如果你也是地政市的，咱公务员来推动一个不动产买卖、防止诈骗及纠纷，各自指定地政市，保障双方权利。嗯，这张是真久啊，这张是咱三太园开发有过站伫树林外乡溪继续来推动。啊，咱 AAP 亚东新闻呢，当然拢是有国内的、国内外，啊，是讲啥物？谈天阁啦、啊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涵盖范围较宽，含以后拢会啊陆陆续续啊，大家介绍。今日再度感谢大家，啊，再度感谢我一挂亲友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好朋友，大家好。这个海拔高度啦，海拔高度啊，我这么看这个地形图啊，等高线图啊，这个、海拔高度326.84。326.84 和中央社区的中央社区到底是海拔高度多少？因为这是 302.58、302.58 这四楼管的是 302.58、啊、当然我这样看起来是差不多25公尺高。啊，另外就是25公尺高，我也是讲8楼高，有的人是讲6楼高了。啊，反正是讲的中社路，中社路这是288.46，288.46含，咱在想管这个所在的326.84嘞，这是差30，288嘛，288326，326.288啊，就是。应该是40，38啦，38公尺高啦，38公尺高，这是简单的介绍啦。因为这有中社路的步道嘛，啊，中社路的步道，结果我一直在讲，我到底这个范围，在中社路的步道要经过364和366，甚至365是不？因为我这边就请地政去牛，是讲在步道旁。啊，这正确位置就是要间接嘛，就是要间接。啊，问题就是我这么要申请这个369，369这个是毗连301的土地嘛？啊，301的土地，我们就会，我当时，用一小段来连二来一小段，然后我们就用。二小段301来再做一次定位，301的定位啦，301的定位就是说，因为我这有啊，列做公有啦，啊，所以这些色彩较侪。因为公有有时阵是粉红啊，色位是蓝色的，反正这不管这是最主要是伊要家己去了解讲，啊，我这301的土地到底边的是国有和私有。还有私有，我现在是要经过对一地，大家参观看看，是你认为要经过对一地较好。当然我评估起来是经过那个一小段369上好，所以我现在这个图呢，这个图就是用369来做这个中心啦，做中心，369做中心，369做中心了以后就是这个部分呢啊，一寡朋友来介绍哈，介绍讲这个解决完以后，我们这就是万事 OK 了啊，解决以后就万事 OK。啊，所以今天含我一寡专业人员咧探讨这地哦，啊，我特别都做这个影片哦，分享给大家了，分享给大家，因为这毕竟哦，真专业的物件，含我一定爱苦口婆心呐，啊，一寡志同道合者啦。来给大家参考，所以我做这个简单的影片介绍给大家参考。当然301啊304啊，你注意看宜农墓地啊，还是宜林地啊，这个镜头都会显现出来啊。我今天简单介绍到这啦，啊，咱三太园开发的歌齁给大家听，三太园开发啊，我会做背景音的，再度感谢大家，谢谢。
山台湾台湾，少人同齐来打拼。农业副业上开展，先有先机嘛可以。欢迎大家小酒，斗阵一起来海阮。来来，好康拢伫遮，连怀疑一定乌人心欢喜。少人同齐来打拼，农业、农业上开展，先有先机嘛可以。欢迎大家小酒，斗阵一起来开垦。来来，好康的拢伫遮，免怀疑。一定乎恁心欢喜。农业、副业上该赞，先有先机嘛可以。欢迎大家小酒，斗阵一起来开垦。来来，好康的拢伫遮，免怀疑，一定乎恁心欢喜。农业副业上该赞，先有先机嘛可以。欢迎大家小酒，斗阵一起来开垦。来来，好康的拢伫遮，免怀疑，一定乎恁心欢喜。这个理事长吼，啊，就是咱这个地地主吼，啊，所以讲咱今仔日啊，这个所在就是来规划，就这个道路，来这个道路要哪行比较得哦，较方便，啊，较接近哦，咱要采取做事务的这个所在，哦，所以讲咱今仔特别开车来到咱这个所在吼，来镜头咱稍微笑一下吼，咱这个所在，哦，啊，这有一条路通入去。哦，这个路哪里去？会当硬行，行到最内底，咱的土地会小夹界。大家来种树，把心灵放轻松哦。打开心门，远离城市黑夜重重。我爱望森林，但爱要有行动后，绿色地心跳，跳动幸福的时钟。蓝天白云在海阔天空，深深地呼吸在美好大地之中。每一棵树是无限幸福的梦，来种许多心爱的树木，美丽之到永远。好朋友，大家好！啊，这嘛新闻事件嘞，有一个去龙山寺抗议啊，
去保安宫抗议啦。啊，最主要是抗议什么？恁大家拢知影，有一个自称是伊迄个沈泽前教育的投资人自救会啦。因为伊讲伫二零一九年的时阵呢，二月七日啊，有一个持有沈泽前受害者因为有将近40亿的损失啦，我一个朋友，今仔日问我。问我这个，其实这是士林哦，士林外双溪，这个分管的 A 和 B 的部分，啊，我目前啊划分40几个单位，每一个单位差不多223平方公尺，哎，讲按这分管要创啥？我有讲农业园艺，林业生物科技，啊，你要做迄、那个。所以，田园乐，这部分的，因会使去好好去规划。伊讲伊要准备，3至4个单位，还是附带一只来讲。咱代数月刊呢，代数月刊是真多啦，真多代数月刊，我有特定来讲，较早拢纸本嘛，这么大部分啦，你像咱不动产中介经纪部门啦，目前呢。咱的工会拢嘛是有资本，但是无像代数月刊，逐个月拢有互咱做充实资料。据说，出资的转让是借名人指定出名人为登记名义人，那出名人就无权处分，这个借名人的财产。啊，那较正版，我常常爱笑，我笑讲，因为阮读个迄本书，含因读个本书无共款，所以我常常讲，到底正道、邪道，还是中道，还是霸道，还是中道，中间的中，含即个选举共款，选举的都有同温层的，同温层的支持迄边，含就是爱多数、多数赢少数。安那他有法度，伫即个选票，取代拳头，哦，这是我今日简单讲者啦。因为我足久无录啊，无录我是讲，主要在最近的想法，分享给大家啦。嘉义当然有关地震和地震的代志，为什么会来嘉义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多代继承的，规划做开始，就一定要进行好几千份，还有好几继承的资料部分哦，就看到叔叔说一大堆啦，这就是很像嘛，你像咱地震哦。地震事务所，我唔捌看讲地震事务所，附近地震事务所附近有地震事的事务所足侪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咱台湾全省有一个特色，你若到法院的时阵哦，法院的周边呢，律师特别侪啦，律师特别侪。啊，当然呢，我有讲过，律师的法律见解，含法官的法律见解拢同款。卡上这排的律师，法律见解和迄排的律师，法律的见解同款。有讲多代继承，我学到咱家己地政事务所服务好，含效率高。咱台北的地政事务所嘛服务好，咱拜托地政事务所咱寄一个申请代收地震案件的，伊送到家己地政事务所。嘉义地震事务所，含着嘉义市的地震事务所，服务得特别好。三工就阿你讲，你爱叫去补户籍成本，爱去补储户成本。咱今仔来树林基河路，基河路其实较早即一个河啦，下人河含淡水河。较早咧，即、這个所在咧，拢无起厝，即马起厝起真侪。不管有新光病院，较早只新光纺织厂。当然现在有做一个那个附近就是有行政中心，咱士林的行政中心
啊，我讲咧，去树林地政事务所服务非常的好，包括咱拜托伊啊，咱寄去嘉义地政事务所，含咱树林地政事务所的服务非常好。啊，你申请填本也同款，速度嘛真紧，这是咱地政我讲地政上好的所在。意思表示和平占有。罗伟查出来是讲，嘉南大圳水利委员会，甚至日本时代嘉南大圳水利组合，拢无产权登记，干咧伫一个土地台长讲，因是因所有权人。但是内政部是安那讲哦，内政部是讲土地台长为日本政府征收地租赋税的册籍为。地税管理机关所保管，按日据时代不动产登记以土地登记簿为准，依照日本民法第176条及第177条之规定，不动产物权之设定移转，当事人之意思表示一致即发生效力，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。我们这么讲的差不多啊，你啊做买卖的时阵就生效。啊，问题就是，咱找无出讲，嘉南的水利组合是安怎处置这个土地产权？啊，我就一直很纳闷，很纳闷。啊，我就十一年以前，所拍摄的影片呢，我做一个旁白。谢谢大家。不过看起来蛮舒服的，这就是。嘉南平原，顶水天顶，天顶水不尽。聊天顶来讲了，我就无头了。这位是罗乐天粉丝说模仿。中原标准时间3:00，乐天上台侃侃而谈水天顶，现场来宾不输到辛苦，对很多来到家，泡一个茶，爬一个葡萄果子。心情。买厝找厝，请你找阿东。庶民平民权贵贵族生活杂志，食衣住行娱乐，市农工商农林渔牧系列报道 ，AAP 亚东新闻传媒群制作。